Hello，各位大家好。哦，我是月夜。哦，我们今天带来晴天。哦，同学、老师，还有他谁啊？好啦，我们上次好像是看到什么东西，入校须知。等一下哦，就到。是哪一个呢？你可以对话吗？听说今天有一个转学生来，那可倒霉了。这么一来，转校生只能坐在那家务的时候，真是可怜呐、可怜呐、大概这就指我们的女主角呐，呐呐呐呐，毛毛木，什么东西？这应该，这我们为什么是乱吗？为什么刚才那个是乱吗？喂？哎？你为什么讲一些我听不懂的？喂？哎？What the？这是对的吗？喂？哎？哎？就懂，等等。What the？你们？啊？为什么？我不懂。啊，我不懂，为什么都是乱码？那为什么？Why？通常不会是乱码的啊。哦，这前面的嘛，通常不会是乱码的才对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乱码？我不懂。正常来讲不会是乱码啊。这里的话我就不进去了。这是女厕吗？打扫得很干净，赶快先调查女厕。没有东西。学校厕所这么干净，如尿摩尿，你干嘛喷的哦？那么你可以在外面等我，不要乱跑啊！我快回来了。我在喝什么呢？为什么他们可以打扫这么干净？我不懂。他们没有东西，而且还不能跑，可恶！啊，都没有，走，先过去吧。我看一下，那孩子不在身形娇小之中，那孩子不在身形娇小之中，却是高大。他也不喜欢庞然大物，偏黄的色彩是他的最爱。你只有三次选择机会，不然他就会消失，连你一起。妈的！当然，这三次是不是分别说错呢？谁知道呢？为什么要这样逼我？啊？为什么？要说一下吗？是？什么也没有。没有，等下有东西，这边有东西，什么有没有？你是笨蛋吗？撒谎！哦，天哪！哦，对，为什么不再好好想想？什么鬼啊？我的，我谁会知道要怎么办呢？你跟我开玩笑？哇，一个我完全不知道逻辑点在哪里的逻辑，就叫我猜说，哎，你给我三次机会哦。他喜欢黄色，不喜欢庞然大物之类的，但不是庞然大物。
隐藏于身材娇小，但不是庞然大物。那个就是这三格了。好了，可是这两格是一样大的，这其实这边都一样大，真麻烦。偏爱黄色，连你一起。什么也没有，那你看，这边摆饰都差不多，基本上一毛一样啊，一毛毛一样样。我不信，什么也没有。抱歉啦，为什么不再好好想想？想什么鬼啊？你这个柜子就是一大一小，如果你说书本的话，基本上全部都一样哎。你到底要我想什么，大大？你可以给我解释一下吗，大大？啊，恳求大大解释，他逻辑点在哪？大大，解释哦，大大。有三次机会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这里吗？啊，什么都没有没？啊，这是麻烦的，去开门，我去开门，打不开，十分调皮，他会蒙蔽你的双眼，啥鬼啊？嗯，蒙蔽我的双眼。好，蒙蔽我的双眼，讲了一个很文雅的东西，很文学的感觉，但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跟我闲话。呵呵呵呵，先调查墙壁吧。呵呵，他到底要怎么？你是笨蛋吗？我可以开门吗？打不开。很显然的，我会死在这边。各位有什么好想法吗？就是他不是身于，他身形不是娇小，但也不是，也不喜欢庞然大物，偏黄色喜欢。各位有什么好想法吗？对吧？各位有什么好想法吗？唉，抱歉啦，为什么不再好好想想呢？我也不知道呢，可能天生丽质就是要死吧，天生丽质。对了对了，赶快让我走啊！我不知道死了几百遍，厕所晚点再调查了，还是说后面的房间也可以去了？我记得有两个房间可以去吗？哎，好。那看来就这边可以走。这个如果不先调查怎样？哎，没有反应。散文，又是散文哦，哪来那么多散文啊？文学著作。哦，是文学著作一颗，然后散文一个，一排一排这样子上，真麻烦嘞。那我怎么可能会知道那是哪里啊？补教资料。好了，不喜欢庞然大物，连你一起。哇！去开开门，OK 啊，打不开啊。他不喜欢庞然大物，哎，你不会讲别的话了吗？多给我一点提示好不好？真没办法，你想知道答案吗？想，那我只说一次啊，你去右边第二个大叔，第右边第二个大叔柜架。
最外层调查看看吧。但是